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福气来了，健康来了，还有开始来运动了。今天玉梅老师要带本大家平常不会去做的运动，很多健力跟厨师，好，就是老身体倒过来，反过来。哎，那身体哈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哎，然后脚向下摆，脚下朝头上，哎，那利用做瑜伽的原理哈，然后那身体反地心引力，活化哎那内部器官，活化哎那子宫卵巢，哎，不讲哎，哎，不应该为子宫下垂啦，哈，胃下垂啦，动到个内脏啊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哎，就会一直下垂。好，故说呢，那做瑜伽运动，像玉梅老师可以保持安尼能量、安尼活力，就是当然有做也得运动。不过哎，提醒乡亲朋友哈，做也在运动之前哈，做固定的一些你去给他品尝的暖身啦、啊、哈，野味啦哈，点头啦哈，脖子啦，鬼神呢，要先做好暖身运动，这样做的做也在建立跟出头哦。呀，暖身运动咪可以用摇摇背的方式哈来进行，这样进入呀个呢。肩力肩头的多下背，好肩颈多下背，脚当单向的运动，好。过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，第一，唔好多面床单向，软的面床、弹簧床绝对做唔得，因为你弹簧床软，你身体的重量往下压的时候哈，你要为脖子、肩膀会受伤。好，第二，做唔得多给安尼挺硬的。地板水泥地啦、啊、哈，瓷砖啦、啊、哈，藤啊，像榻榻米就很重的。你一听有个浴巾，好，也还有一个安尼瑜伽垫，都挡风，好，这样做的保护你的脊椎。好，来咯，嗯，听下来了哈，嗯，听先来哈，听听呢，先摇摇背，好，摇背意思呢，就放松腰部，好，过背部，过来哈，过来按摩到核心过。肚子哈，先看玉梅老师啊哈，哎那野味好背圆起来，弓起来，强强哎，好强强哎，强强哎，好多有几多哎，好你咩数咩可以标了呀，数标了呀，一摇背哈，嘿哎老哎那脊椎年轻化，活化哎那脊椎背部。非常的重要哦。好，你张口式，下半身就做的，看点哦，张口式啊呢，下半段。好，嘿，暖身活跃啊，也会温暖起来，你的腰部温暖起来。好，可以没老师哦，慢慢呢。好，听听的哦，改到好，乡亲朋友，啊，注意的就是讲哈，你要野味哈，啊，安尼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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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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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用肚子的空气来，做唔得安尼哦，可能好安尼。安尼野味会受伤哦，绝对做唔得安尼。好，那安尼野味哈，安尼脊椎、腰椎哈，一节一节的，一节的。好，骨髓呢，慢慢的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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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尼，好安尼，安尼咩唔怕，冇滚过去咩唔怕。好，吸气。好，那安尼放唔起来，安尼咩唔怕。安尼咩做的？你用个做做的，安全张吹松腰。好。乡亲朋友看到冇？有一个我一个学生的吼，不是两岁的，佮人阿讲，老师，我做糖芽花，当你滚背，吼，我最后天天的一滴一滴的滚，滚到我最后我的脚可以不用后背，好，滚背后做暖身以后呢，慢慢的，好躺平，好，不用强松。好，按建立式的通着踢，好脚并起来，
叫弯曲。看阿叔啊哈，两只手，两个手不下背，胸扩开，手不用等，用下来。停多呀，慢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听你叫卡起来，停多呀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第三，脚伸出来。好，停到呀，准备呀，身体呀，准备好。哎，你咪讲唔做得了哈，提起两个师傅用手安呢，看下手，扶登记，停到了。好，慢慢的，一滴嘞，过去，张一滴嘞过去，张可是你叫我万万冇相干。好，慢慢的，一滴嘞过去，一滴嘞过去，舒服起来，到了。好，你知道个，嗯，啊，你知道做得了，像今朋友看到嘛，啊，你啊，内脏、子宫、卵巢、V 啊，还没倒过来，点倒过来，啊，你这是在活化的，好，慢慢的倒点，好，可以发，你包包去，脚伸出来，数。停多呀，好，竖掌，看呀，不用多野味哈。乡亲朋友，现在动作是动舒服、动舒服、动舒服的动作。好，你停多呀，呼气，一脚脚趾头弯曲，停多呀。好，吸气，存出来。张康改到哦，你听到呀？迄个啊，伢个呀，骨个筋头来到，伢脊椎骨个来好，伢肚子点到过来，都呀按摩到，好，听到呀，扶登记还安全，好，膝盖弯曲吐气，伸直吸气，够弯曲吐气。伸直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准备转了了，不用到了，好，一同压脊椎胸腰啊哈，一节节的转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吐气，吐气哦，记得吐气，脚弯曲，好，抱小腿，好，慢慢不用向上，吸气，好，看玉美老师的肚子哦，吸气，肚子大起来，吐气，不用向上，够吸气，够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压个动作啊，唔会按难，唔放心，一滴滴的做，一滴滴的做哈。因为老师这样做解多啊哈。其实啦，像啊印度老师讲啊，所有的瑜伽动作，建立厨师的疗愈、治疗的效果很强。唔过呢，你假使讲你平常无运动的基础的话，你就要当小心，要做暖身了哈。做暖身就是哎呀脖子啊，有冇哈？左边。好，你张口是个哈，没可以吐气。好，之后呢，玉美老师会教大家肩头、肩膀、脖子的暖身。好，你这老给松松啊。好，张口是做。好，玉美老师刚这样重新做解读啊哈，因为也在通过动重要啊，佮说明较清楚的话哈。第一，好，你先放起来看，你有歪脱冇？好，水张来，好，脚弯曲，头那么全部不用张来，顺顺的。好，压地板，摸天安，摸天圆。好，脚弯曲，做三枚呼吸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过头去，吸气，吐气，不用轻松。过改到吸气，吐气，
乡亲朋友，按这个做呼吸噶哈，做这个氧气，培养正气。好，各位听你，好，师傅，屁股抬起来，好，各位树不用落来，不用落来，树不用落来的意思呢，和二老人家点头，有冇用扩胸的概念？扩胸，你胸线按摩到，按平常去按的咩？按的，按的动作就冇做了哈，扩胸，扩胸，好，够师傅够不用下来，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有看到哎？扩胸了，听听的来。玉米老师做大杂动作哈，做些动胸舒，都慢慢的来，唔会超过自己的能力。你做得做到哪，你就做哪，一滴滴的做，对你做些轻态的帮助，唔会超过人能力舒爽。好，脚站起来，竖平平来，你看我竖哈，你看我竖，十个手指都伸开，像太阳的光芒，挺多呀。好，慢慢的勾脚跟，绷脚尖。呀，绷脚尖耶，你就会知道，嗯，你会知道，哎，勾起，勾起感觉，有一些勾起的感觉了。好，好，吸气，一咻，数来了，送的呀，师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慢慢的送过来，送过来，送过来，你这样可是黑暗的。脚弯曲没唔怕，好，慢慢的整出来，慢慢的勾起，慢慢的勾起，好，嗯，吃到讲也脚，做我们的同道天来，你按你就好了，好，压速，调整好，调整好，按你调整好，冇勾起了，你假使讲，也会动汗，按你背囊动汗，你就停到呀。好，假使还做得，慢慢的吐气，下来，下来，个人爱数，好，扶的人也会安全咯，安全咯，好，慢慢的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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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过去以后呢，你爱脚可以发伸出来，数，两多两。数看到，看到要数十个手指的交叉，扶到的呀。好，你停到呀以后呢，停到呀以后，你要吃得动安全，动舒服，好好的吐气，好好的享受。过来，你要数，多的呀。好，吸气，叫上来，吐气，再吸气，叫上来，吐气。好，口一发，慢慢的上来，停到的呀，摸住他骨头喂。好，停一下，呼气，好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还原了，还原没可以按呢，按呢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转了以后弯曲，不用轻松。好，吸气，竖伸出来，不用动力啊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看起来会吃到当困难，不过呢，因为你没去做，你会讲哎，我强强哎，我紧张。其实啦，你当你做一些的哈，冇勉强自己，都安全的范围之内，按你身体也倒过来的方式，对你的子宫、卵巢、胃下垂、子宫下垂、卵巢下垂，有等候的给按你按摩活化的作用。好，哎，今日运动就到了了，安子说。